咱一步一步，所以咱核电爱用嘛，一日就用嘛。核电用的基在电力稳定，煤就可以不用烧嘛，燃气可以降低国家安全嘛。咱提出来相务实。我前几年咧选举的时阵，我讲吼，煤不要再用了，新北市推工业无煤城市。第二三耐心的风扇。没有，有干净的煤啦。你捌听有干净的煤无？有无？好，我这个我也敢讲。所以做不到，卖用其他来讲。所以，咱高雄空污要解决。另外，相重要，您的夜市经济、观光产业、龙华也无关系，处理要好些。拍摄陆客、陆生很多的交流没有办法重启，当然经济不一定要靠单纯靠大陆为市场，我们如何国际化，让更多人来到高雄，带动高雄的经济繁荣，尤其庶民经济，大家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高雄实在太多吼，三千亿，别大家挤在啊，不挤在的人真正吼。你的家孙哦，去高雄都无法度发展。好好的儿子，解决高雄的代志，解决全台湾的代志，拜托大家小听下，好好有伊和大家斗阵行，好有伊动算，咱所有的立委个个拢爱动算，先别打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